很残废。被公关咋子动的？军情破碎，到底是谁的过错？赵月生了个孤儿生了。一个悲情家庭，三颗痛苦心灵，爱究竟如何扭曲成恨？他也理解不到，自管母亲。可悲父母心，忏悔录正在播出。2000年12月1日深夜，在这条寂静幽深的小巷里，两个年轻人探头探脑四处张望，似乎正等待着什么人的出现。几分钟之后，小巷的那头走来了一个女人，也许她就是那两个年轻人苦苦等待的目标。突然，那个女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幽暗的月色下人影晃动，一阵杂杂的脚步声过后，小巷再度寂静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就在这个夜晚，距离案发地不远的一户姓袁的人家，几天来也正陷入巨大的焦灼和恐慌，他们在害怕什么呢？你在哪里睡不着觉啊？天天在路上玩啊，还没回来呀、啊？看不到人影了吗？我去找他呀、啊，哈，你找不到。这对夫妻四处寻找的正是他们读高中的儿子袁果。这些天，袁果既没有上学，也没有回家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去了哪里。父母担心的是，难道儿子出了什么意外吗？高中派出所，啊，他说，袁国出事了。当时在说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是他。直到第二天，警方出现在家门口，这对夫妻才知道，儿子袁国的确是出了大事。办案人员告诉他们，最近周边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深夜抢劫伤人案，经调查确认，都是袁国和另一名同伙所为。目前袁国的同伙已被抓捕，而其本人则负案在逃。头的那几天我还在跟他讲，还在跟他说这件事你们太坏了，啷个还先去抢钱嘛？结果我没想到还是说的是他们。打击很大，我当时就想，我说人都要入虎了，我说。